Mr. Chen， 请你说一说事情发生的经过。今天我跟我妈都有喝酒，刚才我送她出来，我要叫车送她回家，突然她说她手机忘了拿，我就说我回房子帮她拿手机。她可能是怕麻烦我，可能想拉住我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可是我一转身的时候，我看到她站不稳，然后就往后。总之他就跌下那个楼梯，站不稳。他今天喝了大半瓶红酒。Mr. Chen， 你当时也在现场，只是想跟你确认一下，是不是也看到同样的情况？是啊，像我先生说的那样，我看见我妈从楼梯摔了下来。其实我们家外面也有装 CCTV， 那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也可以把那些影片调出来看。那就麻烦你把 CCTV 的记录交给我，我没问题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